战马披挂赐予杨志，令他与索超一决高下。白掌柜，开始吧。阿果，拿切刀来。哎，慢着，要整银，切开分不算。无赖，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分不开，那不正好吗？按我说的，拿这些银子入股你的客栈，有我罩着，保证让你挣出一座金山来。分几锭银子，又有何难呢？吴大哥，怎么把你给忘了？快来，给小妹救场。不用，规矩我可跟你讲清楚了。17锭纹银，我21分，他31分，他9分，分到我们手上的必须是整银。你若分不开，这间客栈就有我一份。如果我跟你们分开了，你又当如何？从此以后，我何清绝不踏入东市村一步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17锭纹银，你们三个人确实不好分。这样吧，我把这锭银子也加进去，就拿18锭纹银来分好了。吴用，就你还敢称自己是智多星？你干脆叫没用算了。不管你怎么分，分到我们手上的必须是17锭纹银，18锭不作数。18锭纹银，2/1分，你取9锭，3/1分，当分6锭，这2锭就是9/1分。麻烦三位数一下，是不是17锭纹银？你不是拿18锭银子来分吗？如果把这锭银子也分给你们，我岂不是赔了银子，又把莲花的客栈输给你们？好一个杨志，能与索超大战数百回合而不分胜负，真不愧为将门之后啊！您一再抬举一个配角，怕将士们心中不服啊。比武凭借的是武艺高低，传令棋牌官结束比武，杨志、索超我均有重赏。是。哎，看看啊，便宜了。这位兄弟，对不住啊，请问去东西村怎么走啊？你还问路？你把我酒打翻了，赔钱！1桶5贯，2桶10贯，拿钱来。这位兄弟，我今天身上没带钱。没钱？没钱好办呀，没钱那就拿这匹马，拿这匹马抵债。我也没说不给你赔钱的。我认识你是老几啊？你一溜烟跑了，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啊！你要不下马，别怪老子不客气啊！嘿，嘿，你还想打人呢？你以为我不敢啊？哼，下马，下马！哎呀，你给我下来！哎呀，下来啊！下来你！哎，下来！哈哈！哎，哎！
你给我下马！我告诉你啊，老子叫白胜，江湖人称白日鼠，五湖四海我到处都是哥们儿，你放开我！白日鼠白胜，我记住了，改天我一定多还你酒钱。哎，我咬死你！去吧！你这儿，东西村在那边，问路费两贯，你欠我12贯，别忘了还我啊！记住了，哈哈哈哈，叫吴用，你敢跟老子耍诈？说好了加你那锭银子一起分，那你那锭银子就应该归老子。站住！别以为你哥是三门提督使，我就怕你啊！这儿是老娘的地盘，老娘的客栈。白莲花，你敢打我？今天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，说不定哪天你们就翻了天了。给我上！是。住手！哪儿来的野汉？不管你的事儿，滚！赶紧给我滚！掌柜的，你们想怎么处置他呀？剥皮、抽筋，还是剁了喂狗啊？需要代劳就吩咐一声啊！对对，我就是一只癞蛤蟆，剥皮抽筋都脏了您的手，可人放我走吧！啊，这位好汉，放了他吧！还不快滚！快走，走！多谢好汉拔刀相助，吴用在此谢过了。吴用？哪个吴用？当然是智多星吴用了。哦，在下刘唐，本想去东西村找寻朝天王，不想误入此地，得以认识吴先生，也不枉我多跑了这么多冤枉路啊！恩相，杨志，哎呀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啊！恩相豁免我戴罪之身，已经让杨志感激涕零了，万万不敢接受提辖之职。我知道你曾经是御帅府制使，莫不是嫌这提辖的官职太低了些？小人不敢。来，走。杨志啊，我爱惜你是个人才，给你一个官复原职、报效朝廷的机会，不知你可否愿意？愿为恩相赴汤蹈火。好，6月15是我岳父寿诞，你可否愿意为我走一趟？生辰纲到京之日，就是你官复原职之时。属下万死不辞。
你的琴声告诉我，你对刘唐带来的消息做出决定了。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，十万生辰纲，万民血汗流。刘唐兄弟是无意打翻你的酒，你故意指错了方向，还先动了手。 算是不打不相识，这是天意，让我们风云际会。嗯，好。 九纹朝天王乃是盖世豪杰，此事若由他主持，大事必成。来，一起来！呀！呀！晁盖十英雄，众英雄，一会儿你先露上一手。 余下的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好。我来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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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曹兄的武艺越来越精进了，这位好汉，莫非是吴先生特意安排来试我武功的？刘唐，还不把你带来的富贵给曹兄奉上？嗯，吴先生，你我自幼相好，何出此言羞辱于我呀？ 广交四海豪杰，岂是为了收受他人的财物？哥哥误会了，此套富贵，并非是刘唐兄弟所有。嗯，有识之士，皆可取之。哦，我在大名府探听好消息了，蔡京寿诞在即，杨中书花费十万贯，搜罗金银宝贝作为寿礼。冀州府是从大名府到东京的必经之地，此套富贵，不知哥哥敢不敢取来？ 朝兄义薄云天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岂有朝兄不敢为之事？你和刘唐一唱一和，激将于我。莫非先生忘了昔日的报国之志？如今奸臣当道。 蔡京高俅之流，妒贤嫉能，贪官污吏遍布朝野，梁中书驻守大名府，极尽搜刮之能，百姓早就怨声载道。此等不义之财，取之何妨？看来你主意早已打定。可是我府上庄客虽多，但能派上用场的，却寥寥无几呀。只要哥哥首肯。 天下豪杰必将望风归府，不过此事不宜张扬，七八个得利之人即可。来，喝酒，喝酒，来，嗯。哎，二爷，昨天何大人让我们到府上集合，说要带我们沿途搜捕从梁山下来的贼寇。 麻烦您向何大人通报一声。我哥他发烧了，脑袋都快成烙铁了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啊？走吧，走吧，小的告退。
回头再来看望何大人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事儿找你。小七，你看谁来了？嗨，哥哥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你们也不去客栈找我喝酒，我只好带着酒来找你们了。快点，大家都跟上，快点！来来，五郎最近手气如何？哎呀，他这个手气，逢赌必输。说他多少次了，哎，哥哥，咱们成天就窝在这个小河沟里打鱼，如果再不出去玩两把的话，那还有什么乐子呀？啊，还是五郎快人快语，话糙理不糙。阮氏三雄个个都是蛟龙般的人物，石碣村这潭水确实是浅了一些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纵然不能风妻印子，但也求活得轰轰烈烈。只可惜空有豪志气，没有门路。撑撑撑撑，大人，鱼贼人就在那边。哥哥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挡不住咱们哥几个喝酒。没错，哥，你们不是想在知县大人和我哥面前立功吗？抓了这帮私通梁山贼寇的刁民，还愁不能升官发财吗？是，上船，上船，快走，上船，快点，哥哥，这帮捕快不会是奔着您来的吧？是也好，不是也罢，当着真人不说假话。我今天就是代表朝天王而来，邀请你们兄弟共聚大义，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。不用，你不是智多星吗？怎么就算不到今天要栽在老子手里？何爷，我给你扣上一顶私通梁山贼寇的帽子，看你这次怎么死。我还以为谁呢，何清，你这身官服穿的也太不合身了吧，从哪儿捡的？阮小心，我告诉你们几个都别太嚣张，今天我是替官府办案，有人举报你们兄弟三个私通梁山贼寇，如果你们敢抗官拒捕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放屁！兄弟们，枪！是是。吴用，你兄弟都吓跑了，看这次死定了。有枪！上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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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吴先生，饶命啊，吴先生，饶命啊！你冒充公差公保私仇，滋事扰民，该当何罪？你不妨回去问问你哥哥何涛。吴先生，我瞎了狗眼，敢在老虎嘴上拔牙，我混蛋！吴先生，我以后看见各位英雄就绕道走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阮氏三雄果然英雄，刚才我们所依之事，全凭哥哥做主。君子一言，自然追追。老督管在，你带上张虞侯和李虞侯作为随从，陪杨提辖走一趟。是。恩相派老督管随行，莫非信不过小人？杨志，你无需多虑。若是老督管不随行，我又如何将举荐你的书信呈给蔡太师呢？谢恩相。不过，杨志还有一点疑惑。那你就放心吧，这你无需多虑。老督管此行只是随行，路上一切还需听你安排。得令。什么人？到底什么人？哪来的野道士，竟敢在此撒野？江湖传闻，古有孟尝君纳客三千，今有盖保正仗义疏财，却缘何让人将贫道拒之门外？来人，给这位道长20两纹银，作为原资。20两未免太少了吧？贫道此番化缘，非10万贯不取。你好大的口气呀！两位哥哥，这种狂徒直接打残了扔出去得了。住手！几位兄弟不可莽撞，敢问仙家尊姓大名？贫道道号一清，江湖人称入云龙公孙胜。吴先生，朝天王，贫道就直言了，我此番是专为生辰纲而来，此乃天赐良机，不可错过，否则悔之晚矣啊！我看公孙先生是可靠之人。哦，不瞒先生，我们也正在筹划此事，只是不知这消息是否确实，不可妄动啊！我已打探清楚，这生辰纲已由大名府启运，不日必将途经此地，消息千真万确。好，梁中书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大名府人神共愤，吾等7人在此盟誓，劫取生辰纲，不为私利，只为替天行道，救济穷苦百姓，若藏私心，天诛地灭。若藏私心，天诛地灭。去年梁中书的生辰纲就被人劫了一回，
所以今年的护纲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高手，这为首之人更是不可小觑。此人乃开国元勋，五代杨令公之后，江湖人称青面兽杨志。杨志，哥哥也听说过此人。我听闻杨志返京途经梁山之时，新晋头领豹子头林冲遭王伦刁难，下山纳人头状，遇见了杨志，两人也只打了个平手。我也有所耳闻，能与80万禁军教头林冲不分上下，可见此人的厉害。杨令公一身正气，不想他的后人竟然与梁中书这个贪官为伍，这杨志也不怕辱没了祖上的英名。吴先生，你沉默不语，莫非已经有了锦囊妙计？我忽然身体有些不适，此事容我们慢慢记忆吧。我先告退一步。这吴先生为何听到杨志的名字就与先前判若两人了呢？吴先生，你我至交一掌，彼此相知，纵然杨志万夫莫敌，也不至于让你临阵而退。你若是有苦衷，不妨实情相告，我晁盖绝不强人所难。杨志一事，公孙道长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日杨志所救的女子就是莲花。卖刀！大虫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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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！哎呀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大虫来了！快跑啊！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大虫来了！你没事吧？为首的那个叫牛儿，哎呦，是当地最坏的恶霸。小娘子，哎。你别跑啊你！哎呀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，啊，你小子吃了雄心豹胆了，敢挡本大爷的去路啊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本是在让，偏要撞过来。你小子皮肉痒痒了吧？臭卖刀的嘴挺厉害呀，刀怎么卖啊？3000贯。我呸！满大街都是三文的，你说说看，凭什么值3000贯？这是我祖传的宝刀，削铁如泥。哎呦，听见没有？削铁如泥呀！哎呦，怎么个削铁如泥法啊？你试试看。知道你之前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啊？还有没有更特别一点的？如果有，爷给你3000贯。嗯，杀人不沾血。哎呦，杀人不沾血呀！哎，这个有点意思。哎，这么着，那你就杀一个人，如果真的不沾血，爷给你30000贯。平白无故的，我凭什么杀人？你若是要买，找条狗来试验一下；不买，别无理取闹，妨碍我卖刀。哼，你刚才说的可是杀人不沾血，而不是杀狗不沾血。你要是不敢杀，这把刀可就是你了。哎哎哎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给我打！是。啊！你这。抱住他！抱住他！
娘啊！没想到，莲花和杨志还有这么一段渊源。先生高洁重义，我们也不会为难于你。既然如此，这笔买卖不做也罢。众兄弟不会怪罪于你。为杨志放行，只是我一人之人，但是却失去了我们兄弟替天行道的大义。此事本就难两全，舍小人取大义，干！这才是我认识的嘉亮先生。哥哥，在此吴用还有一事相求，劫取生辰纲之事，我们千万不要伤了杨志的性命。放心吧。小七，加把劲儿。小五，接着。哎，大家都记好位置，抓紧时间，他们就快到了。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好了，没有，没问题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走。哎哎，朝天王，吴先生，不好了，有人提前动手了。哥，哥，哥，啊！乘胜追击，穷寇莫追，小心中了贼人圈套。收拾收拾，赶紧上路。杨志粗重武器，在经此一事，看来我们前面的机关是不管用的。那我们就索性杀出去，来个痛快。对，我早就憋着手痒了。吴先生，你看呢？能够智取，又何必与他们硬拼呢？我们先暂时避讳，下面就看公孙道长的了。阴阳五行，十卦九灵。大家跟上。那道士，等一等，你都会些什么呀？通晓前世。预知未来，跟上。占卜算卦，推命测字，真的假的？快走！一个江湖术士，看他捞到什么。继续赶路。你这个人好生无礼，明明是他叫住了我，关我何事啊？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通天大路无坦途。老督管，这道士的话似乎暗藏玄机啊。停停停，道长，道长请留步。先生有何事啊？道长算命果真灵验吗？若是不准，分文不取。测个字吧。嗯，顺子。左边为川，川乃水也；右边为叶，天劫谓之水。
宜出不宜来，左穿右叶，遇水则活。这里什么声音？让弟兄们去看看。这么多东西啊！杨志呢？好汉饶命，小的确实不知啊。杨大人只是命我等带这些箱子前往京城方向去，他不在船上。看来我们还真小看了他。杨提辖，哎，快点快点！你不听我劝，不走水路也就罢了，可不该连马车也给弃了。跟上了啊！就这么个走法，什么时候才能到东京啊？那个道士来路可疑，我这才将计就计，大张旗鼓的使用官船运货，就是为了让绿林中人相信我们走的是水路，把他们的目光吸引过去。我要是不舍弃那些车马，我们就算扮作商队，依然会有人打我。上路。怎么没得手？来点水。莲花妹子，这次我们需要你帮忙。你们八个老爷们儿个个威武勇猛，你们都干不成的事，我能干什么呀？吴大哥，你可不能打我使美人计的主意呀！莲花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真的？我是说。生辰纲运往东京最近的只有这条路，这里又是村寺，他们没有理由不从这里经过。等他们到了这里，最快也得两个时辰，到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。东市客栈又是这条路唯一的一家客栈，这事好办。
楚过，有件事我要先和你说清楚。不行，如果换了是别人，只要大哥你一句话，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可是这个人是杨志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听我说，不是我不仁不义，当我听说杨志护送盛振刚的时候，我也犹豫过，可我思量再三，大义之心，我只能舍弃小人。我只是个女子，我不懂什么大义小人，可我知道，我从东京来这里的时候，是你帮着我开了这个客栈。你和杨志，一个对我有再造之恩，一个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如果现在是杨志为难你，我也一样是不允许的。我们找杨志的麻烦，总强于别人找他的麻烦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杨志遇见我们，我可以保全他的性命，可别人会和我们一样手下留情吗？而且刀剑无眼，谁伤了谁都不是好事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自己想想。大家都跟上，吴大哥，我答应你们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们不许为难杨志。我吴用从不失信于人，又怎会失信于你呢？朝大哥，我要你一句话。你放心，非但不会伤害他，此事之后如果可以，我晁盖愿意和他八拜结交，天王庄另有他一席之地。好，我相信你们。为了不失杨志起义，我们不能留在这里。莲花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杨大哥等等。你是何人？杨大哥，你还记得当年你在东京汴梁从破皮牛二手中救下的小女子莲花吗？公孙先生，你善观星象，你看明日天气如何？月朗星稀，明日必定晴空万里。杨志不会从此经过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走走走。酒没有毒，菜是好菜，全当我给各位赔不是。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老子不干了。刘唐，不得无礼。朝天王，吴先生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兄弟也告辞了。老板娘，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这到手的买卖让你给搅黄了。白胜，此事别再怪罪莲花。大哥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对莲花说。莲花姑娘，刘唐兄弟性子鲁莽，心直口快，你不要见怪。我在这儿
替刘唐兄弟给你道歉了。我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实在是不忍心县阳大哥于不仁不义之中白白断送了他的前途。我理解你。放心，我只是让他改变了路线，没有出卖你们。知道。阮氏三雄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等等，刘唐，阮家兄弟买卖不成，也不能失去了兄弟间的义气。你们对白莲花有意见，就只顾了自己痛快，你们将吴先生置于何地呀？你们说走就走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还把我当成你们的大哥吗？哥哥，兄弟知错了。兄弟知错了。错了，你们不光错了，更加错怪了嘉亮先生。先生神机妙算，根本就没把杨志改道的事情放在心上，而且他还询问了我明天的天气，想必他是自有安排。哎，白尚，不对呀，今儿这么勤快，这么早就出去卖酒啊？哎呀，天气热，早卖完了早回来。哎，白尚，我问你啊，吴大哥和朝天王真的放弃劫取生辰纲了？哎，人被放跑了，又不知道他们现在走哪条路，不放弃又能怎么办？哼，嗯。这杨志今天定会从黄泥岗经过吗？那你早该和大家说清楚嘛，又何必昨天晚上受那些委屈呢？发起了。说起来，真的受委屈的是莲花，他是被我利用。那好了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吴先生不必过于自责。并非莲花不识大体，我清楚他的性格，恩怨分明，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帮助我们对付杨志的。当时的情形，客栈是唯一可以下手的地方。我明白了，你早就算准了。莲花得知是杨志负责护送生辰纲后，会去给他报信，也算准了莲花不会出卖我们。只有这样，杨志才能原路返回。通往东京的这条路上，除了东市村官道，就只有黄泥岗小路了。高明，他们负重而行，这条路上少有人烟，他们只能日夜兼程，不是翻山就是越岭，最快也要今天正午之前才能赶到黄泥岗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生辰纲就是我们的了。老板娘，你有心事啊？从咱们这个地儿前往东京，还有什么路可走？除了咱们这儿，就是黄泥岗了。黄泥岗？坏了！哎呀，我走不动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？歇会儿。叫他跟上，跟上。好累呀。快点，快点！实在扛不动了。跟上吧。我们歇会儿吧。来，快点起来，别走。走。快点！陛下，走了这么久，滴水未沾，又赶上这么个鬼天气，让大家到前面歇息一下吧。不是我吓唬你，此地叫黄泥岗，经常有土匪和强盗出没，白天走啊，总胜过晚上安全多了。啊，
我们还是咬咬牙走吧。走吧，大伙跟上。起来！陈总，起来！杨地侠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一路上都听你号令，可你不能拿我们当牲口使唤。你听着这担子走上一天一夜试试。哎，别生气，别伤了和气啊！那边有个人，什么人？住手！何人这么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拦路打劫？兄弟们，看好咱们的货物！好嘞！贼喊捉贼，为什么派他到前面探听我们的行踪？哼，看来是误会了。我们兄弟几个收了几车红枣，准备去东京卖个好价钱。黄泥岗一带不太平，所以才会让我们的兄弟在前面探路，若得罪请多多包涵。红枣，经过可曾遇见强人？我是没有，不过你们能不能遇见那就要看运气了。酒水下了肚啊，保证使你消暑心痛快呀。等等，有酒啊。哎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卖我们一点看看啊。酒，站住，走开，都走开啊。哎，这走开。你谁呀？老子卖酒碍着你了还是惹着你了？你拿个破刀片子，你吓唬谁呀？滚滚滚滚滚滚！惯用的江湖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挑着你的酒赶紧滚，我饶你不死！你放屁！看你这样，也就是这帮客商的护卫，要滚的是你。
哎，别！说，我，你是不是和昨天晚上埋伏在东市村的贼人一伙的？一共多少人？我，说，杨殿下，他就是个卖酒的，你何必为难他呢？滚开！杨殿下，哎，卖酒的，你这酒还卖不卖啊？卖！那边有买酒的。我卖！算了，算了啊！哎呀，消消气儿，坐下休息会儿。哎呀，我卖是卖啊，可我卖的可贵啊！叫你来就是为了买你的酒的。你看看那边乱哄哄的，万一把酒碰洒了，我们兄弟喝什么？对，就是嘛！哎，咱们还得忙着赶路呢，可不能在这儿贪杯啊！大哥，你也太小心了。还有对面的好汉们陪着咱们呢，怕什么呀？就是。好，既然弟兄们都渴了，就来一桶吧。这一桶怎么卖啊？一桶7吊钱。哎，前面那个村里才卖5吊钱，你凭什么卖7吊钱啊？哎，不是，那你要图便宜，你就回去买，买完了再赶路啊。这样吧，折个钟，6吊一桶，怎么样？哎，可以了，6吊一桶，六吊吧。全当是可怜你们，6吊就6吊，拿钱。哎，好，给钱啊！有酒喝了，有酒，好酒！来，干，喝，干杯！哎呀，好酒啊！好酒啊！杨殿下，哎呀，弟兄们走了这么久，再来一碗，咱们也凑点钱。买桶酒解解渴，你看香不香？你们不在江湖行走，不知道江湖的险恶。多少英雄好汉都倒在了蒙汗药上。哎，我说你不买就算了，放什么屁呀？哎，就是，我又没逼你买我的酒，你凭什么说我的酒里有蒙汗药啊？哎，哥哥们，再来一碗吧，再来一碗。这7个做买卖的，和这个卖酒的，先后来到这里，我总觉得有些蹊跷。还是加点小心，小心有诈。哎，这条路又不是你家的，只许你走，不许别人路过呀。来，喝。他们刚才那番讨价还价，你还听不出来吗？那分明就是一群小商贩嘛。瞧，他们都喝上了，也没见哪个倒下嘛。他们那桶没有，不代表另一桶也没有。好了，大家再休息一下。早点出发。杨志放得很紧呐，看未必能找咱们的道。不计这一事，见机行事。干！来，干了。来，哎呀，舒服啊，痛快。喝完酒。睡一觉啊！嘿，哎，这够热的。都督啊，你看那边，喝得热火朝天的，啥事也没有。要不您再过去跟杨提辖商量。舒服，再来一个。跟他商量什么？咱们偷自己的钱，不用管他。去吧。好嘞，哥几个，凑凑钱，来，凑凑钱啊！你干什么啊，姓杨的？你一路上对我们非打即骂，现在又想干什么？说了不许买酒，都起来了，赶路了。杨殿下，你不要拿着计谋当令箭，我们自己的钱买点酒解解渴，碍着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说了不许就不许。则休怪我手下无情。杨志，你管得也太宽了，我们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你们想干嘛？想造反吗？哎，各位兄弟，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好说。先把刀放下。
这位兄弟消消气，有话好好说，别伤了和气。他们不就是想喝口酒解解馋吗？不至于动刀动枪的，为了这点事伤了和气。啊，几位，都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咱们接着喝，来来来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哎哎，这桶你们不能喝，这桶你们没给钱呀、啊？这桶没有了，这桶给点钱行不行？喝这桶也要先给钱，先给钱呀、啊！好酒，痛快。这位兄弟，欠你的酒钱，一会儿给你带些枣子，就当是赔你的酒钱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！哎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桶可不能再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哎，杨队长，哎呀，看见了吗？这桶不能。另外一桶，他们也喝了满满一瓢，不也没什么事吗？哎呀，你们给钱给钱啊！哎呀，别抢了别抢了，还有还有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们不行不行，不能再喝了。来来来，你老啊，就再出个面吧。各位兄弟，嗯，也差不多了。咱们收拾收拾，准备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哎哎，把碗收起来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我也给你六贯，你把这桶酒卖给我们如何？不卖，不卖，不卖。哎，小兄弟，这就是我的事。同样都是钱，为什么你只卖给他们，不卖给我们呢？我的酒里不是有蒙汗药吗？哎呀，小兄弟，别见怪啊，我这给你赔罪了。消消气，消消。也没事儿嘛。来来来来，喝吧，来，再来一碗。哎呀，喝吧。啊，喝呀，哎，喝，干。来来。哎呦，没有了，再给我来一点，真痛快呀、啊！竟敢在我们酒里下药！有了杨志在，我休想拿走一件宝贝。识相的话，交出解药救醒我的人，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。杨志士，这生辰纲本就是梁中书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此等赃银我们是不会交给你的。早就听说你是一条好汉，事已至此，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，一起替天行道。少给我戴高帽子！将门之后，岂能和你们这些山贼草寇为伍？好大的口气！那我们先来收拾他。耶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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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老督管，这下我们的性命可要保不住了，您老得赶紧想个办法才行啊！要想活命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我和吕侯赶回大名府，就说杨志暗中偷匪，监守自盗，劫走了盛辰纲。其余的人跟着张吕侯赶到济州府报案，协助官府捉拿盗匪。好，好，老督管，这杨志怎么办？这个杨志不能留活口，一定要杀了他。是，对对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天下英雄耻笑。你告诉我，我到哪里能找到那几个强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昨天晚上怎么知道有人要在东市村打劫于我？现在又怎么会出现在此？我是开客栈的，是听他们喝酒的时候商量的。他们等了你一晚上没等到，今天一早就走了。我担心他们不会就此罢手，这才赶过来通知你。本想让你原路返回的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杨大哥，你受伤了。朝天王，吴先生，你们说这个宝贝咱们怎么分呀？我们在策划此事之前就已经说好了，等风声过去，把这些宝贝换成现银，召集贫困的百姓，就没有多的非分之想了。我就是随便问问，天王和先生说怎么办，我随着就是了。吴先生，我看也别让兄弟们白忙。这样吧，这10万贯钱，先拿出1万贯，给弟兄们分一分。这1万现银。先从我府上出。贫道乃出家之人，视这些钱财为身外之物，我那一份就免了吧。那个，我要是拿了这笔钱，怎么对得起莲花和杨志？三位哥哥，莫非要小瞧我们？我们可不是为了钱而来。二哥说的对，就算把这份钱给了我，我也绝对没好话，还不是最后输给了赌场里。我这份也不要。我们兄弟本来就是来帮忙的，这笔买卖能结交朝大哥、公孙先生和刘唐，比什么都快活。各位兄弟这么讲义气，哈哈，我刘唐尤其是贪财之人，我也不要。各位兄弟，我们情况不同，这样吧，刘唐，阮氏兄弟，还有白胜，每个人取1000贯。别再谦让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各位暂且在我府上，等风声过后，我们一同变卖了盛辰纲，把钱给百姓们分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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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也不知道杨志现在的伤势怎么样了。你要是敢骗我，回去我就把你给阉了。不是，何爷，您让我替您盯着白莲花，我盯着呢，我看得真真的。就我身后这条路，他来来回回好多次，他肯定会从这条路经过。嘿嘿，白莲花来了，看啊！驾驾！何爷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！这可是下手的最好时机。这是要去哪儿？跟上去看看。
杨大哥。来了。啊。先上药，上完药再吃饭。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冀州知府限期三门基督使何涛追查生辰纲，整个运城县被他搅得鸡飞狗跳。好，怎么样，不服啊？再来，有本事陪我到石碣村的水塘耍耍。行啊，等我学会了水再比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小姐王，吴先生。何涛带着大队人马朝天王庄来了。这样吧，大家先进屋，我来应付他们。撤！撤！快，跨进，先进屋里避避。快进！你们就在此等候，谁也不许造次。是。朝天王，何都使，进一步说话。何都使，敢问何都使，您这兴兵到我府上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不敢。何某有一事，特地前来向朝天王讨教。请讲。前几日，生辰纲在黄泥岗被劫，想必朝天王也是听说此事了吧？略有耳闻。绿林皆知，朝天王广交天下好汉，何某今日冒昧打扰。就是想问问朝天王，是否听到过什么风声？快走！依我看，好像是何清赶来叫走何涛的。何清，还有什么功比找回生辰纲更紧急的呢？这个消息至少值500两银子，咱们亲兄弟钱我不要了，功劳归你，但是白莲花那娘们归我。人在哪儿？那边，走，正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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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早已经知晓，杨志被莲花藏在了庙里。这几日我一直留在府上，就是为了不妨碍莲花给杨志送饭。
一定是他们发现了杨志的行踪。何涛一定是奔着杨志去的。何涛为什么要抓杨志呢？丢了生辰纲本就是死罪。吴先生，听您这意思，不会要去救杨志吧？杨志是难得的好汉，现在是受了我们的连累，我们又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兄弟们，你们的意思呢？全听大哥的。杨大哥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就算他们抓了我，顶多治我一个失职之罪。杨志，你暗通劫匪，劫走生辰纲，识相的话赶紧滚出来。杨志，还不快随我回去向钟叔大人请罪。老督管呢？你让他出来说话。晚了，老督管已经和李虞侯返回大名府，揭发你的罪行了。陈通，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？算我瞎了眼，跟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人。好，莲花，你赶紧离开。杨大哥，你多保重，我去叫人。别跟他废话，拿下杨志，不愁找不到生辰纲。给我上！是。别急着走啊！哎，别着急啊！松开！去哪儿啊？陪虎哥爷玩玩呗！滚开！你找死！嗯？莲花，你是要找我们吗？杨志，这帮劫匪已经现身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知道是他们劫走了生辰纲，应该去抓他们，杨志绝不阻拦。朝天王，吴先生，你们可真是真人不露相，连我都没想到，居然是你们劫走了生辰纲。不义之财，人人可取之。莲花，我弟弟何清呢？看何清那样子，就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一样该死。好，弟兄们。
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？他们本来就没想让你洗清，难道你看不出吗？他们为了自保，栽赃于你。我们为首的那位好汉，就是托塔天王晁盖。你就是人称诸葛武侯在世的智多星吴用。晁天王富甲一方，公孙先生本是闲云野鹤，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以身犯险劫取生辰纲，我就不必再重复了吧。我又何尝不知这生辰纲是不义之财，可是梁中书他对我有知遇之恩。这封信是你们昏迷的时候我在那老督管身上找到的。杨志若有异心觅出之。不想让他成为刀下之鬼，就都给我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额头，我们可以放你走，但有话在先。白胜兄弟要是有一点闪失，我们兄弟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放他走。小心！莲花，莲花，杨志士，这几辆车上装的就是100000贯生辰纲和晁天王的家私。我向你保证，等我们兄弟几个人安稳下来，救出白胜兄弟，必定将生辰纲用于济贫扶弱之道。吴先生，晁天王，我杨志有幸倾吐各位大义，相信你们劫取生辰纲绝非贪图私利。既然如此，杨志士何不跟我们一起共赴梁山，共取替天行道大旗？前番回京之时，梁山坡主王伦曾力邀我入伙，被我断然拒绝，何来颜面去而复返？人各有志，杨志士既然这样说法，我们也不必勉强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